在我讲话之前呢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就在刚刚啊，我看到了"工程永逸"这四个字，我想问问在座的同学，这四个字是什么含义？请这位女同学来回答。公卫天下，报效祖国，诚实守信，襟怀坦荡，勇猛精进，敢为人先，毅然果决，坚韧不拔。这是杜庆明教授在我们开学时跟我们讲的第一段话，也是即将离开校园的我们会永远记得的一段话。这位女同学回答得非常好，大家呀朝气蓬勃，精神可嘉。不过我要先给大家泼点冷水，这冷水是什么呢？我们接受阅兵飞机的型号啊，那可是五花八门，那飞机啊修了800多次，说什么到底飞两圈就冒烟啊。我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，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生怕飞机掉下来砸着群众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样的飞机能打仗吗？